大家好，我们还在思考啊，非常重要的我们信仰的一部分，我们的神是那位三一真神。那我们还在做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一个巡礼哈，从旧约的经文，我们一直要谈到新约的这个经文。那我们前面看到旧约的教导，特别跟大家提到就是旧约的真言书的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的部分。这经文本身其实它不只是一种啊一种对智慧的一种拟人说，它超过。 啊，这个部分，啊，这个经文本身提到这个一位公师，公师，那么这公师在神面前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哈、啊。那么不但这个经文提到这个公师，同时这公司本身跟这个创造是有关系的。那么这创造本身不是说神创造这个公司。那么这个就是错误的一种神学。据耶稣说不是神所创造的。 他跟神是同等的，他不是附属在神的下面，他不是一个被造者，他就是神自己。所以在这经文当中，里面一开始的时候的这边的二十二节就非常的重要，提到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哈。这提到那个造化，基本上不是在讲创造，这个这里的那个原文字跟这里的赫本的翻译都是不一样的哈。 在原文里面那个字本身不是巴拉，巴拉这个字本身是用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那边所提到的那个创造那个字，但是这里所用的字是不一样的字，那个字是“卡纳”，就是神带出，他带出啊这位公士啊，他在这个创造的时候他也在场，跟这个创造是有份的有关系的，所以这里跟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就是创这个真言书本身对这个。 啊、呃，有助于我们了解三一神，不但有神自己，他还有这位公师，他有分离在这个创造的这个里面。所以因此看到说，在旧里面，我们看到有多数的地方谈到智慧，智慧，谈到灵，谈到我主，谈到这个神的话本身，这些都是在谈我们的神是丰富的，他是那位三一的真神啊。 所以，当我们看到就位的时候，这经文本身，例如，例如提到那个话语，提到那个智慧，提到神的灵，感到说，这里这边的所讲的不只是一种迷人说，其实基本上在讲到神的里面是丰富的，是多元的。那这些本身的经文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圣经的基础，来了解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位神本身，他。 不只是啊、呃，在永恒里面他自己个人的存在，也包括他跟其他的父子灵他们的共存。这三位是有位格的三一真神啊，这个是旧约本身的教导。那接着我们必须要来看新约的这个教导，新约本身也有好多的经文本身，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本身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大家了解。 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这边的第十九节的那个教导。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边的第十九节，那这个经文本身就会让大家想到是跟什么有关系的？跟那个大使命有关系的这个经文哈。那我跟大家理解啊、呃，来分享一下啊，这个经文本身跟三一论的这个教导的关系哈。那经文本身一谈到三一论的时候，是非常清晰的、非常明显的啊一个教导哈。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这个经文本身就是在耶稣进入深殿之前，他最后的那个吩咐。那么这个经文本身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啊、呃、这个啊、呃、教导在里面啊。我们来看这边的啊、呃、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特别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边的第十九节。这里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灵。”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出现父、子、圣灵啊。那么这里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下，这里很明显的把父子灵做一个区别。那么这个区别怎么看到呢？就是说，你看原文圣经的时候啊，父子灵前面都加着那个冠词，就是 the father, the son, the holy spirit。OK。 看到说父子灵前面加上个冠词 the 的冠词，这冠词本身凸显父不等于子，子不等于圣灵，父不,不等于圣灵，子不等于父哈啊，那么所以这冠词本身就是要区别父子灵三者。OK，那同样的看到说、呃、这里提到说奉父子圣灵名，这个名本身很有、哎、意思。如果父子灵是三者的话，这个名本身应当是复数的。 但很奇怪，在这边马太记载，那个名本身是单数的。一方面有三位，the Father，the Son，the Holy Spirit，有三位父、子、圣灵。但是那个名本身是单数的，而不是复数的。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就談，就是谈到啊三一神的这个教导。这个可以说是很早的，就是我们信仰本身就是这种三一式的信仰，一个很明显的对。 我们信仰的一个表达，我们说信的神是一个啊三一信仰。我们说信的神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神。那么在这个啊这个信仰当中里面，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洗礼的部分。在经文本身特别提到，就是洗礼本身这个圣礼是基耶稣亲自所设立的，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礼名给他们。 是这个这个施喜，所以这里看到说，在这个施喜的这个这个点上是有明显的三意的教教义，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喜哈。所以这里啊，看到说这个所谓的三亿论本身，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就被呈现出来啊。那这边我需要跟大家多说一点关于这个经文本身，在经文本身明显的看到说我们的。 洗礼本身是根据在圣父聖子聖、圣子、圣灵啊，跟在父、子、圣灵的权柄之下。那么在这边看到说，在洗礼当中里面，其实很明显的，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做洗礼的动作。那同样的看到说，这边其实很有意思。那么就是啊、呃，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先有洗礼，再有这边的第二十节所说那个教导。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多教训他们遵守。那么很有意思，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经验当中，里面是先有教导，才有洗礼。那么那些受洗者本身，必要上，必须要先上这个受礼的洗礼的这个课程，这个洗礼的这个班。OK，那么他上过班之后，我们才看到说给他们施洗，当他们理解他们信仰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才给他们施洗的这个动作。但是。 这个经文本身很明显的是啊、呃、调过来，这调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有这个洗礼，再有这个、呃、教导，跟我们今天的经历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模式本身可以反映出最早教会的模式。OK，那么有还有一点本身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对门徒们的一个指引，对门徒的一个要求，就是要门徒们可以做这个洗礼的动作。OK。 所以，因此，呃，这些门徒们，他们出去，不但要做什么呢？不但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么这个里面包括洗礼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个是啊，很明显的，就是来自于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边的第十九节，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对三一论的一个教导。那除了在经文之外，本身在《西》里面谈到三一论的本身，还有别的经文，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 做一个了解，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呃、啊，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啊，在约旦河里面受约翰的洗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边看到说，在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记载耶稣就本身在约旦河里面受约翰的这个洗。约翰本身在他的这个所谓的弥赛亚的这个运动当中里面，把洗礼。 放在这个运动的核心的里面啊，所以约翰本身施洗，OK，那同时看到说耶耶稣本身也受约翰的喜啊，那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这边的第十三节到这边的第十七节哈、啊，啊，当然我们这里是先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后面有别的注的经文本身的记载，我们就啊提到，大家可以自己来进一步来理解。 那这里提到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章的十三节到这边的第十七节。那么第十三节我们就读到这里的记载。第十三节说：那么当下约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耶稣从加利利他是有目的的哈，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阻他说：“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我上我这里来吗？OK，这里看到说约翰本身觉得呃不应该这样子，这个秩序有问题哈、啊。那么应该是啊、呃、我受你的洗，OK，而不是我给你施洗，我给耶稣来施洗，不是这样子哈、啊。但是这一约翰反应说什么呢？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这不应该的哈、啊。那么这个秩序是有问题的。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你暂却许我。” 许我，因为我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哈，所以看到说，基督回应约翰，他说他需要行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他要求约翰给他施洗的动作。那么这里在这个施洗的过程当中，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三一神他们内部的关系。这在这个经历当中里面看到说，就让我们窥探的。 神在他内部里面的这种的彼此关系，其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啊。哈，耶稣领受约翰的洗，那么这里明显这个洗礼本身是静的，静的哈、啊，那么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点的或者是道的。哈，这里提到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很明显的，就耶稣的身体是下到浸在水里面。 才会有这个表达，说从水里上来。那水上来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什么事情发生呢？天忽然的打开，天忽然为他打开，天忽然为他开了。OK，那这里可以说天为他开了，就是看到说其实有它的意思。这开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可以瞥见、窥探神里面的这种的关系哈。那这里提到说，他就看见十二灵。 天打开，看见蛇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蛇的灵落在他的身上，所以看到说，主耶稣被蛇的灵所充满，充满哈。那么啊，接着看到说，从天上有声音说啊，不但天打开的，看见圣灵降下来，同时看到说，又听到，不但看到，同时又听到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所以这里看到有圣灵，有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所以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在这个经文里面被呈现出来。这个是马太的那个记载，但是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说，不只是有马太的记载，也包括马可的这个记载。那个经文本身，我就不跟大家来好好的来阅读，大家可以自己来看这个经文哈，就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九到十一节。 马可福音一章九到十一节，还有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同时看到说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三节到这边的第啊，对不起，这这这边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啊，那这边呃就是其他的福音书本身我所列出的经文本身都是在。 告诉我们，据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约翰的洗，那这个经文本身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富有声音，灵本身如同鸽子也降在耶稣的身上啊。据耶稣被宣布成为，被父宣布为爱子，他所喜悦的哈啊。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是那个三一神的关系哈。那么教会本身从一开始的时候。 绝对没有忘记，我们的神是那位三一的真神。那么这个是啊，这个这里所说的那个三一的神学，三一洗礼的神学的依据，神学的这个基础。那接着我们跟大家来思考另外一段经文，就是来自于哥林多后书十三章这边的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这边的第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 那么这个经文本身，我们额外的熟悉，特别在暗牧的时候，那个被暗牧的那个那个什么传道人本身，他就会啊、呃、被要求在这个啊、呃、这个暗牧之后，他第一次啊、呃、做这个祝福的动作。祝福的时候，这些牧师被安利的牧师会传道人，很喜欢用这个经文来做祝福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这边的第十四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哈这是你和我熟悉的，几乎每一个礼拜天，当牧师祝福的时候，就会引用这个经文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一般你和我会觉得说，这个经文本身所凸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神是三一神。 因为这个经文本身谈到主耶稣基督，谈到神的慈爱，谈到圣灵的感动啊，所以很明显的看到说有有父、有子、有圣灵哈。那所以因此我们的啊、呃、很容易的一个结论说，这个经文本身是指向三一神的这个祝福。的确，这个啊、呃、这里所出现的那个祝福本身是三一的形态的祝福，但在经文本身其实虽然。 保罗，你用这个架构，你用这个架构，用这种三一形态的祝福，但是他其实不是直接的在教导这个三一论啊。那么这里啊、呃、其实比较明显的经文本，这个经文本身的教导本身是在谈神他在属于他人当中的那个主动的参与啊。曾看到说他怎么参与在属于神的人当中，这个经文本身是这样子。 那神的参与本身是三一形式的参与，在属神人当中的那个参与。这个、参与本身其实最主要的是基督部分啊。那么这个这个经文本身比较是一个基督中心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它的主要的强调是基督中心的强调。那么怎么说呢？请大家来看一下，就在经文本身，这经、个、文本身很明显的先谈到耶稣基督 基督本身是在这个经文的首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OK，那这里谈到优先的是耶稣基督，按照就是传统的，就是啊，当时候的这种的啊文学，当时候的这种的啊文学的呈现啊，就是当他出现在在古代的这些的文学的这个做法里面，文学的风格里面。 当耶稣出现在第一位的时候，其实后面的两个元素是受第一个元素所掌控。后面的这个啊、呃，这个爱，这里所说的那个什么啊、呃，这个父神的慈爱，这个圣灵的感动，这后面的两个元素是受这个第一个元素的指指控不指控这个、第一元素的这个掌控哈。第一元素，所以因此应该以呃后面的第一元素跟第三元素是以第一个元素来做了解。 那么，所以因此，这个经文本身比较是一个基督中心的经文，而比较不是这个呃，在谈直接谈三议论的这个部分。那么，如果这经文本身是一个基督中心的这个经文本身，这里所说的这个神的慈爱本身，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彰显他的慈爱。神在基督耶稣里彰显慈爱。记得看到说，这里提到圣灵的感动，哈，非常非常可惜，就是赫本把它翻成是圣灵的感动，这其实是。 圣在按照英文也好，按照原文也好，这里所说的不是圣灵感动，是圣灵的交通及交通与基督耶稣的交通哈。所以因此呃，圣灵的交通，这个是啊，看、呃、到说这个交通的可能性是在于耶稣基督哈。那么啊、呃，这看到说在圣灵里，那透过圣灵本身，我们与基督耶稣联合，与基督耶稣有团契的关系哈。所以这经文本身的理解应该是。 用这个方式来做理解，这经文本身其实有一个三一形式的一个祝福，但是这经文本身优先的提到基督不是圣父，像刚才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叫奉父子圣人的名，应该优先的是提到父，但来到这里看到说优先的是基督，那为什么是基督呢？我们要了解当时候的这个文学的这个背景、文学的风格的时候，就知道说其实第一个元素，基督要。 要引导，要主导后面的低元素是来慈爱，第三元素这个圣灵的感动。OK，那么其实这边所说的，比是表示圣灵的相交，圣灵的团契。按照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这里看到说，其实在西域里面有蛮多哈、啊、相似的例子、啊，有有明显的例子提到说，其实啊这个秩序本身不一定从父开始，又从子开始。 从格林多后书的，又从圣灵开始，有非常多的啊，这个啊，这个例子谈到说，其实圣父、圣子、圣灵的 pattern 本身，有的时候不一定从圣父开始，要同时看到说从圣子、圣灵开始。那关于这样的一个呃丰富的 pattern 本身，容许我跟大家来提几个立场。那么来看罗马书十五章这边的第十六节到二十节哈，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六节。 到这边的第二十节，那罗马书的第十五章这边怎么说呢？请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哈，十六节到这边的第二十节。那么啊，十五章就看到说来到罗马书的结尾哈，我们特别把这个啊放在这边的第十六十五章的十六节和这边的第三十节十六节这样说哈，这边十六节就提到什么呢？十五章十六节十。 我为外邦人做基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约纳，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模式：先有基督啊，再看到说有这个什么啊，这个神福音的祭司有神，看到说第三个元素就是有圣灵的这个部分。 所以是基督、神跟圣灵啊，这个模式跟刚才稍早的时候所提到的模式是类似的，就是提到说啊，有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基督耶稣有父的慈爱，有圣灵的感动。那么好，还看到这边的第三十节，啊，罗马书第十五章三十节，三十节怎么说呢？可以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 为我祈求神，这里又很有意思，出现再次出现耶稣就为首要的，再看到说有圣灵的爱，再看到说是祈求神，所以神变得放在第三个元素，所以这个模式在圣经上里面，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模式。那再跟大家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这边的二十一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这边的二十一节到这边的第。 二十二节，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个开场白的时候，再次有这样的一个对三一论的这个教导。二十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二节，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要，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大家注意那个秩序，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看到说，其实，那么啊，在这二十一节谈到基督兼顾我和你们，啊，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谈到基督，谈到神，啊，这里最后提到说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所以这里啊看到说那个 pattern 本身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不一定是从圣父开始，有可能从圣子开始，甚至看到说。 啊，这个最后一位可能不是圣灵，是包括什么呢？包括的就是那位圣父本身啊。那这里看到，其实，在《西约》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例子，我大概在这里稍微跟大家提到这几个例子哈。那么再看这里的啊，另外一个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三节哈，《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节，《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节。 那弗利比书三章第三节这样子说哈，请大家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三节，这一说第三节哈，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特别是第三节这个啊，以父所书的第三这些弗利比书的第三章的第三节。 那第三节里面特别提到什么呢？提到就是这边的啊啊，金文本身谈到神的灵，谈到基督耶稣看到说提到神的灵优先，谈到基督耶稣。再看犹大书的二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犹大书啊，看到这边的二十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一节，犹大书啊，这边的、啊、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那么这里又出现这个这样的一个教导，OK，教导。这个教导本身其实啊啊，保罗刚才所提到的，只有提到基督跟圣灵，没有提到圣父 o、okay? k 那么啊，在这边的犹大书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又出出现这个教导，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节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征道上造就自己，在森林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于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在经文本身又出现那个三一的概念，圣的一的祷告。同时看到说神的爱中，最后看到说第三个元素，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那么直到永生。那么基督耶稣在这经文当中面出现在最后的部分啊！所以圣经上、心约里面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三一的架构哈、啊。 那么啊，有的时候是基督优先，有的时候是圣父优先，有的时候是圣灵优先。看到说这里是一个丰富的对三一论的一个理解，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啊先谈到这里，新约本身对三一真神的这个经文的这个教导。谢谢大家。